啊，最近为什么又有人叫我穿男装了呀？哪里来的坏风气？说什么失败了就要穿男装？那我干脆直接男装就好了啦。啊，那样显得我太没有自信，毕竟是个高管。今天我要接受挑战呢，是由粉丝推荐的三重时光。大了傻子才信啊，会有什么好时光？只有看到各位的点赞的时候，才是我最美好的时光。开始今天挑战，走起！我们直接选这个地狱的啊，肯定是这个男嘛。哎，怎么那么慢？喂，我刚想说简单的，但怎么移动起来那么费劲啊？怪不得粉丝跟我说这游戏有迷之手感哦，看来我得认真操作了。你说它滑嘛啊，也有点滑，可为啥速度那么慢呢？哦，这也太疼了吧！哟，你俩来啦？你刚不都不让打的吗？我刚想说你们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打的三重审判呢。哼，哎，这样操作就对了嘛。什么情况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为什么我换个位置就死了？ What？ 再来一次。哇，原来这里有偷袭啊！你敢信？赶紧跳一下，跳完以后接着跳。哟呵，看来是要左右横跳了。喂，我怎么跳得那么慢？现在前面我已经能勉强剩一点血了，这里的话就是要考验小范围的微操了。我的实力嘛，大家也都知道的。我去，怎么感觉全接到了啊？别误会啊，真不是我要接的好吗？主要是他的移动速度太慢，跟不上我的操作呀，可不是我的问题啊。我去，我不会真的要男装吧？好，这次可以，有点节奏的意思了。喂，怎么还会变招的？哎，这个手感是真的差呀，好难把握。我来了。Oh no！ 哎，真的是举步维艰，这里要操作啊，其实就是找个时机。哇，速度是真的慢，老娘我这次剩了很多血啊，直接给你硬刚。喂，碰一下就这么疼的吗？啊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看来必须要冷静，不能有丝毫偏差。突然有点心累，是怎么回事？啊，他肯定是有一种过关节奏的，但我只是还没有找到那个节奏，所以我死了。这次感觉有点样子，我很冷静。哎呀，有点疼。Nice， 过来了。哦，真的是不容易啊。喂，你别老扎我呀。Oh no！ 你剩一滴血啊，自残不会玩。哎，有点丢脸啊，刚才纯属是被偷袭了啊，这我不就不怕了吗？根本没什么难度，这里看上去得跟着他转。我去，怎么又转快了？老实说啊，虽然这版本的三人眼神都很凶狠，但攻击其实还行啊。好吧，看来还是要点操作的，反倒是他的手感我已经很适应了。Wow！ 喂，怎么还被他砸了一下？这个不难，没血也不怕。真不难，好吧，有些动作跳一跳就是了。 OK， 又过一阶段。刚才第一次没适应，这里感觉我去，怎么那么疼啊？摸一下就没血了。最后一点，我一定要冷静，谨慎操作。喂，老实说啊，这里看起来不难啊，对不对？没理由啊，攻击也不密集呀。我觉得还是要冷静，到这个时候就是要考验心态了。为什么我觉得我又在接伤害了呢？为什么老是会碰到刀子，而且一碰基本就没血，太夸张了吧。后来我才发现我的名字是茶，你敢信？喂，这就有点奇怪了吧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，你就不能少点刀子吗？我才是茶呀。我去，怎么又只有一滴血了？给个机会吧，啊，求求你了，我都快打吐了好吗？啥意思啊？结束了吗？哎，是不是打过了？没有别的攻击了吧？主要还是手感的问题，移动有点慢导致不好操作，难度的话嘛，其实适中，也没有看到很夸张的攻击，对不对啊？当然了，最后一波真的是哇，虐死我啦！明明看着很简单，但是就是很容易死啊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老娘还是坚持到胜利，值不值得？点个赞啊！好了，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其他的游戏挑战，也欢迎在评论区中给我留言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